好嚟啦，第一个袋啊，呢、这个 T 字袋，呢、这个已经系我哋上次睇中咗，即系用料写到明意大利进口噶啦。而我 Hello Natalie Yun，Hello Irene Lee， 而我摸过 ，OK， 呢只材料绝对系顶级嘅皮料。我哋前镜睇一睇佢个品质，材料嘅品质，认真睇。我讲过啦，佢呢间公司咧。佢嗰手皮呢，佢嗰手皮啊，佢个工啊，我先讲手皮先，佢绝对系一线品牌攞緊嗰啲品质，绝对系一线品牌攞緊嗰手品质，好靓，好靓 ，Hello Irene， 好靓 ，OK， 呢个就系我哋上次咧已经睇中咗嘅，佢个名我改咗个名叫 T 字包 ，T 字包，但系呢个款呢。冇话咩明星代言啊，明星咩过，但係佢係个款呢，简约、大方、好睇，最紧要系咩？直租，咁样好似几好喎、啊。直租咩叫直租呢？就係话个袋一等出嚟个价钱性价比，就算我加咗个 margin 落去啊，加咗我嗰 10% 嘅运我哋嘅赚嗰个钱啦，咁然后呢，到你手，总之你俾嗰个港币 ，OK。个性价比系超级超级高嘅 ，OK， 性价比超级超级高。好啦，嚟啦，呢、这、一个 T 字包，咁样揭开嘅 ，OK， 睇唔睇到？好柔滑嘅，好顺嘅，啲五金都好用足嘅，啲五金，尤其是啲皮袋嘅，我哋成日讲柔边位，好重要噶。你哋系咪咩型的皮袋啊？三几个月呢啲位全部爆裂啊？个油边做得唔好咯，油边个成分嗰、那个我哋叫做沟落去嗰个比例沟得唔好，呢啲油边咪容易爆咯。但系呢只好老实讲，我深信非常之好嘅品质。根据我做咗咁多靓品质嘅皮袋啊，咁呢度会有一个暗格嘅 ，OK， 入边一样啦，学翻大牌啦。3年前开始做到而家都用超纤维噶啦，个内里起码唔会好似 PU 你咁难开，但系上幅皮全部都系一幅过嘅皮直落。然后呢个袋呢，除咗可以做格拉底包，难听啲讲啊，我哋 Hello Sandy， 我哋难听啲讲呢，呢个叫做腋下包系嘛？系咪叫你哋我哋香港即系女士们讲嘅格拉底包叫咩啊？腋下包咯，就系腋下包啊。OK， 咁我快啲过嚟孭啊！我唔可以孭，我孭完之后啲袋你唔买得噶啦，话俾你听。好啦，腋下包，腋下系手工好好，车工好好，材料更加好。佢自己会钉咗块料喺度咧，写住咧。come from Italy 嘅一份皮料啦，咁但係跟我摸啊，自己摸，我摸上手嘅话呢，绝对系一线品牌嗰啲叫头 run 料，头 run 料，头轮货，头轮货，头版嚟嘅呢啲系，全部都系，即系话其实羊皮牛皮皮料交俾你先，羊皮牛皮皮料呢，开咗好多张出嚟，首先第一，阿 H， 阿 L， 阿 C， 你哋过嚟揀咗先，国际皮佬啊！国际皮佬，你哋过嚟揀咗先。佢哋挑完佢哋想要嗰一手皮之后呢，就到好啦。Tory Bird， Kate Bay， Coach， 你哋到你哋揀啦。明唔明啊？顶级嘅品牌揀咗先，揀完之后就跌落去二线品牌、三线品牌。然后我哋呢，我哋去揀呢，即係我哋以前做袋去揀呢，我哋揀亲呢都4、5轮嘅，4、5轮。即系话人哋拣正挑正嘅嘢呢，就到我哋啦。我哋就喺入面度挑啦，就係咁啦。鸡蛋类就挑返幅啊靓皮出嚟，就係咁样去做。咁所以佢哋挑嘅头轮皮，我话呢个品牌点解呢个价钱嘅袋可以咁样嘅卖价 ？OK， 我仲有得赚，我有得赚利润噶 ，OK， 代购费用噶、哦。但系你哋都仲可以得到一个咁好嘅皮质，呢个系我拍心口讲嘅。OK， 好，交俾你。好嚟，大家去望望先，睇唔睇到？有冇远啲？系啦，咁佢呢个袋咧有4只色嘅，4个色。系啦，咁 Suri 咧就最中意啡色同埋绿色，咁仲有白色同埋黑色嘅。系啦，咁佢呢个袋咧可以咧上膊啦，另外咧亦都可以咧斜孭嘅，系啦。咁大家睇下，咁大家望下佢嗰个咧开口位咧就系咁样嘅，有个 T 字啦，拍翻落嚟啦。
咁然之后打开，绝对唔系废包啊！佢呢一个咧系绝对可以放到电话，系啦，iPhone 啊、iPhone Pro Max 啊，隔篱咧你都仲可以咧放到嘅细银包仔啦、卡 holder 啦、锁匙或者摆到呢一个纸巾嘅，系啦，咁佢就会有个咧长带嘅长带，即系话你可以配条短带就做腋下包，你系亦啦。都可以咧配翻条长带落去就做斜孭或者单肩包，得唔得？即系两用嘅，两用嘅。好靓啊！呢、这个够晒型啊！远镜望下先。望唔望到呢条楞出嚟呢条咧就系绑落去嗰条皮啦。咁啊，点样绑咧？好简单嘅啫，改呢个扣，将呢个穿落去，就系、是、咁简单，得唔得？呢边就调翻转做穿呢边。得唔得？将佢延长佢，将呢条短带延长佢，有冇问题？大家都识噶啦，呢啲简单嘢嚟噶啦，系嘛？重点嚟啦，呢一只系一只叫驼啡色，OK？大致颜色而家呢个色啱啦，呢个颜色啱啦，望到未？而望家呢到，个颜色非常之准，而家呢个颜色非常之准。上去官网睇又得，上去我哋网店睇都得，我哋攞晒啲图落嚟噶啦，OK？呢个颜色好啦，第一个，第二个颜色呢、这个。呢只。哦，呢只绿就头先我喺现场度攞俾大家睇嗰只绿，非常之不得了。攞嚟呢边睇个色先，呢、这个色，呢、这个色，呢、这个色，望到未？望到未？嗱，好啦，简单啲，我唔孭上身啊，因为真系嘅，女神们都话我，如果孭咗之后个包咧，就以后佢有阴影啊。我拼一拼，我咧1.75米，1.75米高，1.75米高，然后。我系71 kg，而家唔知点解轻咗。咁好啦，你会睇到咧。OK，唔细个噶，唔失礼噶。嗱，当斜咩？睇唔睇到？佢唔会好少加噶。咁好啦，到 Suri 啦，瘦蜢蜢成支筷子咁样。咁究竟佢孭上嚟又会系点咧？Hello，JC，啱啱问咗啦，我哋网站一阵间系会 show 埋个尺寸大细啊，咁到时大家可以睇翻个尺寸啊，系啦，咁呢一个咧就系绿色啊，咁大家留意翻，佢呢个 T 字扣咧系衬银色嘅，系啦，咁另外头先嗰个驼啡色咧就系衬金色嘅，咁大家嚟睇下，高贵款啊，如果你中意高贵少少咧，有阵时翻工啦或者去啲场合咧，有啲唔想同人哋撞款撞颜色咧，比较会少见到呢一只绿色嘅，但系你望出完全系高贵嘅绿色嚟嘅，得唔得？好唔 OK？我大家睇下呢一个啊，呢、这个色少有系啊，冇错啊，咪绿色系比较高贵，因为出边好少见到呢一只绿色嘅，所以头先我哋咧去到专门店一望嘅时候咧，我第一只攞嘅话咧就系呢一只绿色啦，系啦，咁大家可以睇下入边内里嘅格价，格价添，内里嘅间隔先啊，咁啊大家去睇下，系啦，咁呢度咧仲要有个咧，我哋叫做暗格位置啦，嗱，上完呢一出边款都有包，嘅，上完呢款包，我哋而家介绍呢款包啦。咁上，我哋依家会报价噶啦。系报完价之后，我哋玩个游戏，咩游戏？分享奖，我搵分享奖。分享奖，系啦，望住咩事？呢个包呢、这个包系而家报价，依家报价。仲有另外两只色喎、嗰个系大 size 啊嘛。唔系，我哋细 size 有四只哦，色嘅。黑白驼绿。系啦，咁净系绿色呢个咧系衬银色扣嘅啫。咁另外咧白色同埋黑色嘅话咧都系衬呢一个咧金色扣嘅。使唔使咁调啊，转镜头俾你睇下只色先？直接咁样望咪得咯，系啦。冇问题嘅。一等网店会 show 出嚟嘅。网店会 show 出嚟，你可以网店睇睇 color，好唔 OK？然后现货呢一个咧，几多只啊？卡抽抽呢只，现货喺呢度，好少嘅啫，上边系啦，三十几只，三十几只，三十几只，现货得三十几只。但系喂，过咗现货之后仲有冇啊，鞋佬？嗱，听日朝头早10点截单啊，听朝10点截单，因为我哋要出去挂货。咁我10点截单，我哋会全线落架。落完架之后，我哋会立货，立完货之后抬翻上嚟呢条楼梯度摆翻低，然后咧，我哋晏昼大概3、4点嘅时候会再上翻架，香港时间啊，再上架，再接单。咁接翻嚟嗰个单咧就系预售，就系预售。OK，咩叫预售咧？就系唔系重新订做，而系我哋要去其他分店度去刮货，去立货。我唔知有冇，但系尽立。OK，得唔得？嗰啲就会迟啲，所以今晚落单嘅，我哋会肯定话俾你听，3个礼拜内一定到你手。但系唔使咁耐嘅，总之尽快，我哋一定系今个礼，我哋下个礼拜走嘅时候咧，全部跟我哋飞机就怼落去噶啦。OK，得唔得？所以今日买嘅，到听日10点买到嘅，你剔到系现货三星期嗰一格嘅话咧，一定系快货嚟嘅，得唔得？我嘅速度，OK，我嘅速度，OK 啦嘛。好，嚟呢一款包嘅价钱系，有冇朋友就可唔可以问 iPhone Pro 同埋长银包冇问题嘅？梗系冇问题啦。嗱，而家我呢个 iPhone 12。
系啦，跟住长银包，我放咗一个长银包落去啊，冇长银计，包系啦，，OK。但系你长银包怼咗落去就塞晒噶啦吓，跟住系啦，iPhone 怼落去，攞嚟拼一拼啊，呢个正常 iPhone 啊，足系啦，够。先我第有四，条充电线喺度，我冇办法同你讲。iPhone Pro，我呢个 iPhone Pro 4嚟嘅，唔系 Max 啊，好唔 OK？得唔得？OK，摆 Mac 都绝对冇问绝题对冇啊，问题。因为长银包都落到乜都得。系啊，摆两部电话之后，仲有好多间隔噶，你想重睇点下？系贵气直租。嗱，听清楚，全皮噶啦，除咗内里系超纤，最紧要讲咩？讲价钱系咪？好啦，一只韩国品牌，记住喺孙艺珍，又喺呢个品牌，孙艺珍喺一啲佢自己嘅剧集里面有咩过啦。然后韩素希夫妻的世界嗰个女明星，佢系代言呢个品牌嘅。而我叫鞋佬，香港嘅鞋佬，我系对皮好执着嘅，我认定佢嘅皮系非常之好。OK，个皮质。系非常之好，手工亦都非常之好。听我讲，呢一只四只色个价钱只需要包邮到屋企噶啦，2168蚊，系啦，2168蚊而家上架。依家上架，咁啊，大家依家可以去网站去抢噶啦，系啦，2168蚊。2168，记住拣翻三星期嗰个货，拣三星期嗰个货。如果拣四星期嗰个咧，就冇肯定系冇现货喺度嘅，我要出去抢货嘅。快 OK。啲啦，尤其是呢两只色都好少啊，我哋只系。绿色超靓，冇乜品牌做嘅，呢只绿色孭出去绝对贵气，加上今年兴隆。大家可以睇下呢只绿啊，绝对系少啊！我哋喺现货咧最少都系呢一只色嚟嘅，系现啦，货现最少货系绿色啊，抢就抢咗。现如果货你最少都系呢只屋色。企冇绿色一啲咁贵气嘅包包，2168蚊嘅话咧，抢佢啊，买它不用想的啦，肯定是买它，肯好定唔先 OK？买。得唔得？清楚未？呢、这个包系非常，今晚我哋总共有7至8款袋介绍，7至8款，而家讲紧第一款啫，第一款。全部都系呢一个品牌 Joyce Grayson 嘅，OK，Joyce Grayson 嘅韩国品牌，真皮品牌，真皮品牌，OK，好。